最先瘦，最先胖的一定都是手臂，最先胖的是最后瘦。对，你真的要胖到很多的时候，你胸部才会大，有没有？可是先瘦一定先瘦胸部。我们胸部其实不仅只有油，你胸部有乳腺，那很多人他油都还没有减掉的话，你已经不见了。那甚至他因为你缺乏一些女性荷尔蒙嘛，你的乳腺也会萎缩了。嗯，那所以全身都还没有减，就胸部先减。家庭健康教育守则，看这准没错。好货到你家，健康不用靠偏方，百变发型随心所欲，造型好货到你家。使用就是很简单，你不用，你只要把头发放到中间就可以。我示范给大家看。示范一下，对，然后夹起来，对不对？哎呀，又卷进去了，你看。那它卷。我现在设定是比较高温。哦，比较高温。卷，对。依照你的心情，然后想要微弯或卷发或外弯都 OK。 对，让专家教你聪明用好货，周一到周四要你好事发生，跟着老师健康无负担，不怕秋来变干妹妹，滋润皮肤就吃这味。哦哦，边到时候汤匙要变搅拌，有没有？对，好，就很漂亮，对不对？浓漂亮耶。我们呢，照着管子里面做法哈，去把那个用炸过再去放的话哈，那个整个的一个菠菜的养分都没有，没有，对啊，这一碗你克掉，我跟你讲，什么营养都有了，真的。优质蛋白质，秋高气爽天转凉，抵抗力也跟着降。秋令特选食材料理，保养你的水嫩皮肤。接下来就请秋香老师上菜啦。那当然，我们今天呢，主题锁定在皮肤的部分。那皮肤你要漂亮，一定要皮肤要抵抗力。对，不管你有细菌啦、啊，或者说你有一些不对的状况啊，哎，我们把它挡开，对不对？所以这个料理叫什么呢？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菠菜豆腐的海鲜羹。哦，是。这个名称好像很普通，但是材料很重要。是，来，食材要来看一下，那个食材就是要菠菜，菠菜是最在这里可以让菠菜当是菠菜啊。那这个主角就是菠菜，但是我只取它的叶子，菠菜的梗我就留起来炒菜啊。因为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翡翠的一个那个漂亮，对。所以你就用果汁机把它打成这样子啊？用调理机就好，调理机 OK。你如果没有果汁机，可是有一些小朋友小 baby 的那个小 baby food， 对 baby food 在用的那个。小番茄也可以啊，然后还有豆腐，哇，这个豆腐好吃。是，然后呢，还有这个是土鸡蛋啊，那海鲜类的东西就是台湾鲷，然后这个是虾，然后这是干贝，哇，这是干贝，是，哇，煮粥菜材料也很棒啊！对啊对啊，是很棒，是。好，那这个呢，就是大概蛋白是打在这里面的噻。对，等一下会打在里面。它就是二两的菠菜叶，然后呢就是100cc 的水，100cc 的水，然后再把它打，就变成这样子。是，然后呢就是加三颗的蛋白，三颗的蛋白是。那我现在呢，我就把这些材料就加进来。豆腐下了。加在什么高汤里吗？这里面好的高汤就是我大概用的就是两碗的高汤。鸡高汤、猪高汤都可以，鸡高汤、猪高汤都可以，然后就加一些白开水。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要没有勾芡，所以我必须要先把这些材料烫熟了，我先把它先捞起来，然后呢，把这个菠菜倒下去，我再把这些材料整个放在中间。哦，是，哇，那有，就非常漂亮。就边煮的时候还兼具了摆盘的效果。对呀，你不然一样全部都丢进去了。哎，我跟你说，我爸抠哈，有白跟无白，一个差别在家，真的。要1000块，你知道吗？是。不过老师，请问一下，你用菠菜的理由是因为它的铁质够吗？还是？其实菠菜啊，它可以滋润我们的五脏六腑，那很容易会在秋天会便秘的人，长痔疮的人，会流鼻血的人，其实啊，像这个菠菜都可以适合常常来吃。那另外就是其实菠菜里面呢，它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叶绿素，对，那你叶绿素的这个成分呢，其实我们就是加在这个汤里面啊，我们在煮的时候要记得，就是要有一点油脂。所以我今天我用的油帮助吸收了。对，因为我刚刚油都完全没有炒，但这个油你闻看看，看起来就是普通的油啊。不是你吗？是不是腌制过？是炒菜的，不是。对，你是不是有放过红葱头还是什么在里面？对。好香，这个盐底在里面啊，这个盐底就跟我做那个姜片一样，你就是先把红葱头跟葱白，然后呢就把那个油嫩油对就放进去了，这样就好，一起等到它整个滚起来，然后呢有一点金黄色，你把那些捞起来，你可以去红烧肉，对，很香哎，就有这个油，眼葱油你就烫青菜就拌进去就好，就很香哎，好聪明哦，好。
好，来，这里面呢这三个东西就是会是比较慢熟的。好，所以现在汤头滚了差不多就下了，对，就鱼肉先下，对不对？好啊，好啊，哇耶，鱼肉下，再来干贝，好实在的料理哦，真的是没看过切那么大块的，对啊，在外面吃不到。好，虾仁，花枝是最快的，这个花枝很快，是虾仁来了。好，那这个我们看一下，就大概两分钟过了，然后呢，这个花枝就可以下来，因为它这个虾变色了，好，变色就是代表已经快熟了啊。那这个回鸡哦，就是先由花枝中剪都一样，它其实一碰到滚水就好了哈。对，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只要调味，啊，调味那个盐巴，海鲜很多都是。对对对对，好，好。就是盐巴哈，然后呢，给它稍微的等到鱼肉，我们现在看鱼肉有没有？我刚刚讲鱼肉是最慢的，对对对。对，那我今天我为什么要教这样子呢？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你在外面吃的翡翠跟上面那个是蛋白加这个菠菜泥，然后是去炸过，去炸过以后起来还要水洗，还要炸过再水洗，所以它才会一粒一粒的。那我们今天。用水煮的它不会一粒一粒，可是你在炸的时候他们会用那个肉啊，一个洞一个洞的，然后倒下去，然后这边就一直打，它就一颗一颗起来，全部再捞起来以后再去热水烫一下，再去冲冷水把那些油脂通通洗掉，那个就是一个菠菜的翡翠泥。哦，太麻烦，对，家里不可能，谁会有这些闲工夫，对不对？好，哇，看满满的料，而且我有闻到海鲜的香味，闻到吗？很香，对不对？海鲜的那个香香是。这个下去有什么诀窍吗？还好，这个下去就是必须要我们的水是滚的，滚的时候下，是滚的时候倒下去。哦哦，边倒的时候汤匙要边搅拌，有没有？对，好，就很漂亮，对不对？哈，浓了，漂亮耶，因为你要让它就是温度一直够，如果说你一下去整个。哎，那个温度下降太快的话，你的颜色就变不一样。所以你不要一整碗贪图快哈，整碗都倒了。好，太漂亮，关起来，关火了，这样很漂亮，对不对？对呀，好漂亮哦。而且那个碗也好漂亮。哎，一般大家以为说在家里面谁有办法弄出这样的汤头感觉啊？这么简单？没想到啦，其实加个蛋白这样，技巧而已啦。对，如果说哈，真的讲哈，如果我们呢？照着管子里面做滑哈，去把那个用炸过再去放的话哈，那个整个的一个菠菜的养分全部没有，对呀，绿绿的。这一碗你克掉，我跟你讲，什么营养都有了，真的，优质蛋白质，对，对不对？这是皮肤水当当，对呀。然后呢，因为没有油，对不对？好啦，这个很香，点香就在这个地方。好了，来各位。帮助你们皮肤的抵抗力，好好吃哇！是吗？那个香气是怎么样？而且就是很轻很轻的味道，但是又很浓很浓的香味，你知道吗？那个有层次感吗？很天然，然后就觉得所有都是海鲜它原本的鲜甜味道，对，多了那个油，我觉得画龙点睛，对，特殊的香气。通常那个菠菜其实吃会觉得那个深深的味道，对，但是完全没有，小孩有，小朋友会喜欢，对。那这里呢，像我的豆腐，今天买的这个豆腐是那个灰鸡改的豆腐嘛？对，它豆腐本身呢就有一些石膏。高的一个成分在，它其实是可以抑制你的花炎皮肤，然后它红肿在。因为干就会痒，所以呢要滋润。秋天来了，天转凉，就要吃好料顾身体。本周秋香老师为你带来的秋令特选元气料理，一周四天跟着吃，抵抗力由里到外都升级。下周要教你超速燃脂运动，让你一天燃烧300卡，精彩内容千万别错过。我看很多人减肥哦，应该都有一些后遗症，比如说啊皮松的啦，好，比如说气色很差，真的会很难听哎。但是真的会这样觉得，可我觉得你好像保持的还不错啊。我最近又胖回来了。哦，你是为了怕皮松又胖回来就对了，绷紧它。对啊，真的是会有一些皮肤方面的状况。会哈，嗯。所以呢，今天我们针对这一部分呢，也帮大家整理一下。你要减肥没有关系，但是也要美丽啊，保持好的体态啊。所以呢，我们这边有一些后遗症，包括三个方向呢，我们一来探讨一下。因为皮如果一松一皱，就好像又老了10岁。对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第一个就是。皮肤粗糙又觉得很干燥，肤质也会有影响，就对了噻。对，因为我之前呢，就是有试过一种我觉得非常不好的减肥方式。那时候我是像长颈鹿一样，我只吃草。
哎呦，只是草量进化从牛变成青草，而且到户外逢草就吃，而且脖子要伸很长，真的很长，就是因为我拍戏嘛，如果我要准备东西很麻烦，所以我就去便利商店 Seven 全家，只要有路过就会买生菜沙拉，但是不加沙拉酱，就是不管它是干吃，对，和风酱，没有干，好难，完全好甜嘞。然后没有味道，对，就是没有味道。如果有那种薯泥啊，我也不吃，我就只吃那个树叶。有油脂的你都不拒绝？对，结果我就发现我长期这样吃，因为只吃生菜，所以其实我的油脂的摄取是不够的。嗯，然后我的皮肤啊这边就开始。细纹，对，二十几岁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出头，然后就开始会有在这里淡淡脸上啊，就是像是三条线跑出来 ，Hello Kitty， 不止，不是，没有没有，是很干燥，非常非常的干燥，而且我除了就是皮肤会很干燥之外，我还会那个来就会痛。因为其实吃生菜啊，后来医师跟我讲，对，太冷了，所以我的身体已经变成太寒性了，应该要烫青菜会好一点。其实，哎，阿珍丽嘞，因为像我之前就是有吃减肥药，因为你知道那时候为了要瘦身，人家介绍什么减肥药你都吃。那通常那时候的减肥药你都含有利尿剂，就是让你一直去上厕所，让你把你的水都排掉，看起来好像瘦了，可事实上没有瘦，就是水分，而且会长一些小细纹。你知道小细纹的可怕就是当它长出来你就救不了，真的哦。对，就救你。所以你现在如果卸了妆，不用不用卸妆就有了，不用卸妆眼睛这里会有一点，一点造细纹，对，因为细纹就会跑出来，所以就很不公平啊！为什么不能够减肥，然后皮肤又不粗呢？对，那为什么减肥就会容易造成皮肤干燥呢？小心。